问：2020年9月4日，魂游心灵净土。释迦牟尼佛：众生的贪念容易让他们堕落三恶道，畜生、恶鬼、地狱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让比丘及比丘尼要当心，要舍弃一切的名誉、物质享受，因为这一些对于我来说犹如梦幻泡影，非常虚幻不实。释迦牟尼佛：在娑婆世界有各种各样的慈善募捐，若以慈善之本意去行，非为自己任何利益，非为自己一切的名誉及地位，非为自己一切的五欲享受、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以菩提心出发，慈悲心，那么就能得大福田、大善报、大功德也。相反，在这当中贪取利益者，畜生及地狱果报就会在他们福报功德漏尽之时相加到他们身上。过去3000年皆有众生因贪婪而堕地狱，案例之多让我不得不提醒娑婆世界佛子们谨慎谨慎。弟子马来西亚，2020年9月4日。